扫描仪能干什么？它能帮助你整理房间。我可不是开玩笑。阅读是一个好习惯，当你读完一本书之后，你把它放入书架，除非你有一间大大大房子，否则总有一天你会选出最爱的书，然后其他的书会被扫掉。如果你有一台大象头扫描仪，那不是打印机，真的不是，它就是扫描仪，配合一台厚层切纸机，坐拥海量藏书数字图书馆，你一个人在家就能实现。好的书珍藏起来，这本嘛，变身吧，对齐，拧紧，看好你的手，看好你的狗，手起刀落。接下来就是扫描时间，在设置中连续扫描一定要勾选。好，开动。绘纸式扫描仪的优点就在于速度，瞧着杠杠的效率，两面同时扫描，便利快捷。而勾选连续扫描的意义就在于厚的书你能分多次扫完它，软件会等待你扫完，然后合并成为一个 PDF， 而不是给你一堆的 PDF。 在印象笔记里建一个图书馆的笔记本，所有的数字化成果都在里面，不错。不过书堆满了，这同步的速度可就捉急了，而且你最好有个标准账户或者高级账户，否则一本书几十兆，免费账户每月60兆的流量可瞬间就没了呀。书整理好了，那么老照片呢？一叠放好，一键扫描，真是效率之胜啊。不过这扫描的效果嘛，也就能看个影儿了。产品的定位在数字化纸质文件归档使用，这效果比起平板扫描仪那的确是差了不少啊。它的优点官方说在于效率，你什么都不用设置，它就能完成工作。它会自动识别照片还是收据，混合起来扫也没有问题。屁才没问题，你看这都乱了，这他妈能是收据吗？照片跑到文档里，那收据又到哪儿去了？哎，再来一次，还是如此。哎，不如宣传片里介绍的那个智能啊。如果你有强迫症，那就更糟了，还是自己动动手调整设置，试验试验吧，否则你会扫了一遍又一遍，哪遍都不满意。 WiFi 连接、手机扫描，这些都很高端，很有效率，设置比想象简单。 USB 线连接电脑，设置一下 OK 了，你就可以无线扫描了，这边按那边存。但正因如此，悲剧就是 WiFi 连电脑就像配对一样，一对一，而且只能在扫描仪上按开始，然后扫描的结果就发送给配对的电脑，在电脑端居然没有开始按钮，其他人想用扫描仪就得再插 USB 重复设置一次，所以 PC 端的 WiFi 是独享非共享。但手机端就不同了，扫描宝能自动找到网络中的 ScanSnap， 然后点击扫描OK， 扫合同、扫发票、扫客户给的纸质文稿都很方便。如果是超过 A4 尺寸的文件，瞧，文件保护套。它能自动拼合，文件太小，供不了纸。瞧，文件保护套。轻松搞定。官方价格3998，太贵了。在淘宝上搜一个 ScanSnap 你就明白了，其实东西一样，就是贴了个大象头，价格高了近2000，这叫增配。那么这2000增了些什么呢？全是软件，一连印象笔记高级账户，看他知道你要整理房间，60兆不够用吗？完全整合印象笔记，也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全自动化识别，其实基本上燃并暖，手动操作更可靠。手机端识别，是的，如果你不是印象笔记的 ScanSnap， 我想它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。
不过普通版的 ScanSnap 也有专用的 APP， 只是没有这么方便罢了。所以选择在你，印象笔记的东西说实话有情怀也有实用性，但总的说来宣传做得比实物好，价格嘛只能是呵呵了。而且这台扫描仪只能配合印象笔记使用，如果想如同普通扫描仪那样使用不行。我们试着安装普通 IX500 的驱动，结果还是不行。哦对了，印象笔记你只能用它来存书，可别用它看书，否则你会死掉的，因为它不会记录你的阅读进度，下一次又会从第一页开始读。人家本来就不是为阅读而生的嘛。